早上好，我是嘉顺，欢迎收看6月21号的百格晨报。今天翻看各家早报的头版新闻，可说是各有各的精彩。首先在马来报方面，我们看到每日新闻和前锋报都关注了巫统的党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巫青团长凯利接受了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的辩论挑战。就在巫统最高理事会党选前一天晚上，透过脸书直播辩论，而另外一位党主席竞选人阿莫扎西还不愿及时回应。另外凯里还加码挑战，准备公布个人财产。同样是马来报的阳光日报则关注了不一样的头条新闻，那就是反贪污主席苏克里透露，最近接获了许多弊案的投诉，他们都是来自政府机构或者是政府关联公司的职员，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揭发丑闻，而是向反贪会提供了内部资料解密。比较多家的报纸头版聚焦在了西蒙政府重查两起轰动全国的命案，那就是蒙古女郎和赵明福的案件，家属都盼望幕后主使可以被绳之以法，告慰亡者。而在星报和新海峡时报头版都给了前首相纳吉向路透社洗刷了自己的名誉。纳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毫无避忌的大谈 YDB 舞弊案件以及为何败选，马上让我们来看访谈的内容几个重点。对国政政府509败选，纳吉坦言这是他未预料的结局，并且认为当时的反对党提出卑鄙指控诽谤他以及政府，而改变了公众的舆论。至于 YNDB 舞弊事件，纳吉强调 YNDB 的成立是为国家做出贡献，他从来没有从中受贿。对于其个人户头转移的巨额资金，以及对该笔资金被指用于洗黑钱之后在世界各地购买游艇、名画、宝石、房地产等，纳吉表示毫不知情。而有关 YDB 关键人物刘特佐，纳吉首度回应说自己从未指示刘特佐参与 YDB 事务，是他自愿去做的，自己也已经跟对方失联，不知道对方目前身在何处。至于那些从他家里和公寓搜出的一些珠宝、名牌包包、捐款等，纳吉就说都是人家送给他的妻子和女儿的礼物，以及是捐款来的，无关 YDB。他也提到其女婿曾经送过很多的手提袋给太太罗斯玛。综上所述，他认为自己不应该为 YDB 丑闻受到指责，并且宣称要为自己洗脱嫌疑。此外，对于西蒙政府要开当调查蒙古女郎命案，纳吉也重申自己并不认识这一宗命案的死者阿丹都亚。针对以上的反弹内容，许多的网民就认为不合理，而且说辞反复，分明是在推卸责任，越描越黑。有关奢侈品的部分，有网民就说不可能贺礼都送名牌包，只有疯子才会送多达284个的铂金包。也有网民嘲讽对比纳吉所说他宁愿相信猪会飞，乌鸦会潜水。另外也有网民提出疑问，如果说没有涉及 YDB 案件，为何无法带入国会讨论？为何有许多的高官因此被革职？从前说不认识刘特佐，现在说失去联系，让人深感好奇。而你又是怎么看的呢？今天的新闻到此，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